你就这样子把这一件上衣带走，搭这一条裤子上班穿，回头率是非常高的，就对了 ，OK。上衣的数量会更少啊，所以谁要的话，一样啊。这个上衣也是来自这个 premium 厂家的，啊、两个色 ，OK。ZTP 28价钱是109，一样是109，厂家规定必须要卖的价钱。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去到 XL，OK、okay。啊，我们否这件上衣呢，因为我们怕有一些顾客上围比较丰满的，稍微可能会有一点点会啊造成暴扭，所以我们总之你买这件上衣，我们都会附送一个小胸针给你啊。有买这一件的，我们都会附送就对了。上衣啊，不是裤子啊。对对对，买上衣才有附送啊 ，OK。那么这款式呢，先声明，如果你根据尺寸下单啊，这个上衣是一定是还有溢流空间的、啊，因为它是前面纽扣，然后它的面料是微弹，所以说这个款式我是穿着 L size 啊，我穿 L size 是还有空间的。那么如果你的上围92的话，因为平时我是你们可能跟我的尺寸，有些上围是92的话，你直接带走 M 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拿 L 哈。OK， 这个面料是全新的面料啊，一样是全新的啊，厂家说什么棉，它的那个棉度是很棉，它不是怎么说呢？它的面料是很 soft 很舒服的，就对了，它不是那种不是那种chiffon面料啊，它是很 soft 很棉。然后这件上衣呢，它每个小细节啊都是很细腻的，很复杂的车工。你看啊，前面这边这样子，这些旗。这样子车旗鼓的、啊、每个小细节1234567890十个啊左右，很斯文的感觉，穿在身上啊，整体啊很宫廷，然后很斯文的衣领这一边啊，它是这样子有百叶折，这样子规律的款式，然后前面整排纽扣是开的完，后面一样啊是这样子有折，这样子 blit 的那个款式，袖子一样是有这样子百叶折的款式，第一次啊有这样子的款式上衣 ，OK， 第一次有，我身上的是 Golden Beige，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黑色，尺寸跟助理一样啊，这一件是需要穿 L 的，我是穿着 S，OK，、okay? 所以记得下单这一件看好啊 ，OK， 看好，啊前面纽扣是开的完，从这一边第一粒到这一边都是开的完，很斯文的一件上衣，助理是穿着 L size。我是穿着 S， 每个小细节真的很多小细节，你看它这些车工啊，真的是很复杂，穿在身上整件啊就是很宫廷、很斯文的那种感觉。上班想要找一件很斯文的衬衫啊，必带走的款式，这件是已经非常非常久没有这样子的款式。OK， 我身上穿的是 Golden Beige， 转后面是这样子，你看它连后面，很多时候厂家为了要省那个车工费，他们只做前面这样子而已啊，后面不做的啊。这个连后面也有，转去后面给你看，后面一样是有款式，所以你买这件109是非常划算。基本上你去外面找这样子的款式，你不是去199你去扫一下他们的网页啊，299算是很便宜的那种啊。这个这样子的面料，然后这样子的车工。109是很划算的，对，所以说香皂跟以往不一样，你是比较这种属于是比较高档，它就是要用高，肯定就是要用高档来形容。我跟主播都会自己来，我们都很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面料很舒服，虽然它是长袖啊，可是穿在身上就会有一种好像很热什么之类的，是不会，它是很舒服的面料。特别就像以上主播讲，他所有的纸，为什么它价钱稍微是比较偏高？一是面料，二是它的那些。它太多小细节了，这一件 ，OK， 它所有的折这些都是非常整齐的，加上像主播讲的，常常就是只是前面折，后面很少人看，它连前面呢、啊、后面都是非常整齐的这些折啊，所以说这个啊，这个价钱带走是非常划算。那么我是穿着 L size， 你看我的上围是还有空间，因为这个是前面。一整排纽扣，面料是属于微弹，所以说建议你们啊不要穿的时候太贴 ，OK。如果你的上围是92，你可以带走 M 哈这一件，因为我是94，那么你叫我勉强穿 M 是可以吗？可能穿起来这效果就没有这么好，它会比较贴这样子。所以说这个款式，如果你的上围是94啊，你是需要带走 L 3。你看我穿的 L 3还有空间，因为我们不建议说你穿太贴身什么之类的，所以说。只要你的下单没有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，都已经有预留空间给你们，不
用担心这样。我的上围是96哦，可是L 三最大是96，我穿的会勒会贴，是不会是有空间，因为你看94还有这么多的空间，这种就不建议你们穿贴身了它。所以只要根据尺寸下单，没有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，都有预留空间的哈。我是穿着 L 啊，上围94、92的话，你可以带走 M 啊这一个。比较总裁 feel 的话，你就像助理这样子配，像我们刚才这样子配裤子。比较 ladies 的话，比较宫廷 feel， 比较女人味的感觉，配来配半裙 ，OK， 这样子配半裙是完全啊，不完全不同的风格，不同的感觉。你要霸气一点，我就建议你带走这个裤子，这样子来搭 ，OK。想要比较那些女人味的感觉，你可以搭主播带我们介绍这个半裙的。所以说，这个上衣不管你是搭上裤子或者是裙子都搭的。其实你这样子像我这样子搭半裙啊，你就可以去低呢穿了，然后加上我身上这个颜色比较少有这个面料啊，你不用怕说你买回去跟你之前的穿啊，这个面料是完全没有过的，全新的面料，全新的款式。还有虽然说它是很多小细节，可是它穿在身上的效果，它不会给人家很花俏，就是一件很斯文，很斯文。我跟主播讲的，我们很少会有机会穿这样子的，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滞留？太美了，这件真的小细节很斯文，包括这件，如果你是，尤其是说你那天你要代表公司，你出去一些方正礼呢，这件穿起来非常的高档，很高，很大气，然后是非常高档的感觉哈。毕竟说你代表公司，你说你的装扮不能太随意，可能又不能 over 的那种，因为毕竟是代表公司嘛。这件非常非常适合，真的，它是很多小细节，可是它穿在身上啊，它就是不会给人家感觉到很凌乱，就是很斯文、很高雅的那种感觉，就很宫廷 feel。你看，通常王族啊那些princess 啊、queens 啊，都是这样子穿就对了。所以配裙子有配裙子的好看，不一样的感觉，比较 ladies， 然后配。刚才助理刚才那个霸气，你要霸气一点的，你就像刚才助理这样子配裤子，然后就换黑色给你们看。Alisa Ang 你的是黑色 L， 然后 Emma Vetteler S Ang Siu 你的是 Vetteler。要建议直播下单，数量很少，对，尤其是 S 和 S。虽然我知道我收了，可能收到明年我都不会穿。可是我还是会收，因为我知道这样子的款式真是久久啊，真是要很久很久才会出现一个这么美的款式，超级超级美的款式。所以说我跟主播都滞留它，虽然是没有什么机会，没有什么场合可以说，因为我们没有上班嘛。对我来讲，以上班来讲，你想说收一些上班的衣服，是属于一些可能你出席一些会议啊，穿要比较穿的比较端庄啊，这件是非常的事。所以说有上班的话，这件一定要带走哈。在线有谁是楼叶的？这些很适合啊，对对对，很有那。还是你上班一定要穿正装啊 ，OK， 就是要穿的很 formal 的正装啊，这件一定要带走。确实是有一些的职业，有些职场，你们的衣服是要比较正装的，这一件是非常的适合。它正装的来，它有带点的小女人味，就是因为它的一个小细节哈。这个面料虽然长袖啊，不用怕会热啊，很舒服。对，上次很舒服啊，那说不用担心说常常你们还问题说你们讲这面料是不会热，是属于比较薄，可是它不会透，什么呢？因为它前面这边基本上前面这边它是属于这样子多这个，所以说它这边这样子车折嘛，加上这边有折，所以说基本上包括你拿这个色啊。穿起来也不会觉得有看到的问题，当然毕竟它还是属于浅色，浅色的话你的内在美一样，那不建议你穿大红大紫 ，OK？ 所以说就看你的内在美穿裸色肯定是没有问题啊，所以说睡的小细节这些啊都非常好看，所以说一定要自留哈这个款式。只要上围穿到啊，腰围不会有问题啊。这个款式，因为它是属于一个直筒 ，OK。上围穿到腰没有问题啊。这个款式，袖子的面呢，如果是觉得你说你要开纽扣折起来是可以吗？是可以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款式我就不建议你折，对，就这样子穿起来很斯文，然后是很高端哈。为什么说不建议你折呢？因为它的袖子啊，这些白叶折的款式啊是非常斯文的，就对了。OK， 我换了黑色，你这样整身黑啊，你看像助理讲的，可能公司派你去某些event 啊，你需要穿的很端庄，很这个比较有职场风的那些，然后又不想穿的
太过 formal 的，你这样子配搭非常适合，它就有一种种给你一种感觉，就很像你穿了连身裙 little black dress 的感觉，其实是我配搭了一个黑色的半裙，被我身上换了黑色，两个色喜欢的话不要只是带走一个色，基本上这件呢两个色带走不会错，因为很少会有的款式 ，OK， 久久才有一次的款式 ，Golden Beige 和黑 ZTP 28，价钱是109。啊，一样啦，价钱是厂家规定必须要卖这价钱 ，OK， Golden Beige 含有黑，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去到 XL， 尺寸跟助理一样啊，这一件穿、L size 啊，我是穿着 S， 然后像刚才讲，它前面整排纽扣是开的完，凡是下单这一件呢，我们都会送附送啊一个小胸针。否那些你认为它会爆纽的话，你穿基本上是不会、啊，不会。可是我们会加多一个给你、啊。对，我们会附送给你们就对了。OK， 我们会附送，可是款式是随机发，不能够说跟这个一模一样。我们总之，你买这件上衣，我们就会搭送这个胸针给你们就对了。OK，S 到 XL， 我把上衣拉多一次出来给你们看，上衣的长度是够长给你们搭音的。OK， 它的长度是这样子，长的够长给你们搭音。ZTP 28 OK， 有上班想要找这样子的比较斯文比较 trendy 的衬衫，斯文一定要带走这一个款式就对了，这一期的这一个款式两个是带走也不会错，因为比较少有这样子的款式，这种的你去外面找109是找不到的哈、okay. 它价钱是非常昂贵的就对了。 Golden Beige 还有黑，没有的话我就要介绍我现在身上的这个半